继续看到互相的点。清风，你看一下往哪附近？清风，你看往哪？清风，对，你看这个方向，就这三个面，这三个面看死就行了。有人来的面大概是黄点和月影头上，这两个面容易来人。他会转，他现在不会考虑上我们的，他会从这转。对，就是他看你们，有可能就是如果是最后一个队就会打你们，不是最后一个队就转这儿收集一下你们的信息。我去给车加个油。我屁股来人了，停了吗？电车上是吧？两辆吗？不，带住啊！没看到，没看到人。我这边可以打，停那边了，可以埋着，等他们摸过来，他们应该摸过来。他们那坑是圈吧？加过点的位置吗？他们在摸，他们在摸，他们在摸。你们要架着埋，架着埋，别阴，架着埋。对，你要埋人，要找架他的位置。围墙边。给你们标个点，我这他妈一万个围墙，前方有危险。他那边是圈，他那是圈，嗯，他那边是圈，看他摸不摸。他们走了，他们往前拉了，他们拉就拉，哎、他们要进不关我的事。有个人在跑，要来一个，有一个要来啊，也没来了。你们车他们能看到吗？看不到，好像能看到吧。蹦蹦能看到，下面他看蹦蹦能看到，看不到。我这蹦蹦他也看不到啊，你看。有人会走。我们得往圈里摸一点。摸一点，把车挪一下。车挪圈里。前方有危险。下去人了。下去人了是吧？先回切了。挪到里面养了点。前方有危险，先打头上。信号值越低，承受攻击会加重。他们可用能量饮料、止痛药等回复信号值。最后把车挪到我这个地方可以藏一点。你那个右手边有个小坑也可以藏车，这个方向。前方有危险。我去藏。你们是烟多、啊？我烟多。你们是烟多？我就三个。烟。哇，哎，山上有人。山上那边很危险，先卡山上。脸上有点亮，等会儿封烟地。小心山上，有背景就好。前方有危险。他不是圈。他们要动的，绝对。他们要从南岭进，你们目的都是一样的，有机会就对打就最好。到时候往蓝点封烟，你们直接开进烟里面驾车阵行。OK。就你们这个，等一下去蓝点，一个人封一个烟，进一个烟都行，用车当烟囱，先卡住他们。踩平坡，他们要往低坡走。前方有危险。不带圈。14秒，早了。没事，往左，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往这个位置一点，往黄点一点，往黄点一点。封烟吧，封烟吧，封烟吧！我最后一个烟了。封烟，封烟，封烟！不要不封烟，不封烟不好走。你们先走，我给你们架一下，稍微。车里面，就去烟里面，就去烟里面，对。来你瞄这个位置，来你瞄这个位置。你瞄这个反坡，左边。我右手边顶人了，右手边有人顶了。卡这个队，卡哪里？卡山顶那个队。我们后面刚刚我封烟那个地方有人了，圈在你们这儿，守住。哎，哎，这里这边有没有人？我都跟你说我那边去人了。阴几个是烟，你让他爬过来。我没烟，没烟，没烟，没烟。我有烟爬。自己爬吧，你自己爬，爬过去，直接爬过去，直接爬过去，你死就死。你就死，死没办法。丢下来，几支烟就。丢下来，先几支烟，先几支烟。别急，别急，别急。我看不到他。背后的人要打我。
七五八多吗？我两个。哎，我们头上的马上要来。卡，就是卡烂飞机那队，只用卡烂飞机那队，对面那队不用管，别被他打就行。别被他打，他在圈。他们要压我们，就伏地打浪飞机这个队，他们刚拉过来，雷来了，打不打？别被屁股打了，就伏地当老六就行。拉在右边，好刺激啊！他妈的，他在我脸上，我知道那个人就在我脸上。看台兄弟，哎，我后面我漏多了一点，要顶了，不用管了。下面我们再顶，要我们再顶。打打打，里面。堵了。牛逼！牛逼！哎，可以，不会，这波不会，兄弟。堵了一个就不会。同事。同时两边来人了，我是真没想到。同时两边两个，我们他妈的这个石头，头上那个人就在我脸上趴着。看一下我回炮，我应该漏了一点点，我看那边的。我太怕草了，操作太漏了一点点。哈哈。跑惯了，跑出来了，漏了一点点，还是差点。我们左右两边都同时来人了，我有点难受。跑惯了，跑出来了。进步很大，进步很大，进步很大了，兄弟们，第四名了这一波，下把要吃鸡了。我们以两名七次晋级，下一把第二名，算了一下。我说我直接车都被打烂了，反正我们集合我车了，我操！一下就给我打烂了。我们上一把左右但凡少一个队，我们舒服的一逼。那肯定的，只用管一队很好打。妈的，我左右他妈上面要打不动，后面要打，我操！没办法，最后左右都来人了，属实是没办法了，你懂吧？打四个，车上两个，远点点，没什么好，没什么操作空间了。主要脸上有个趴着的，他妈找不着。看到没有？我们头上的是虎牙的 RC， 另外一边是 DAG。应该不是空投的。应该不是，是空投的。掉了一个空投啊！那这要是有个呼救器的话，讲道理，那真的是很有可能会改变一个队伍的命运。是。天降奇兵，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位置是什么，是整个南部是最香的呀。BAT 跟 RC 的位置是最香的呀，但是 BAT 稍微要差一点点，因为他们有掩体 ，RC 这边还是有一点掩体的。先往后躲一下，想拉队友。看你看，看我们这个位置，很难受他哥的。RC 那个人离我可能就十米，他也没雷。你看 ，AUV 是直接冲了 A 一八六。我们也没雷啊。他们没雷没烟，他们也拉不过来，你知道吧？他们拉过来，你屁股后面这个队抽死他们。他们往左走了一点，然后他们只能往左走，因为圈也刚好刷了，他们直接放弃了，往左打。最后应该是这两个队打决赛圈。哎呀，我当时不倒好了，不倒还可以把 BAT 卡住。两个人来到决赛圈，发现没有？一直都是两个人在清。对他两个人清，真的是被人修脚修倒了。都是两只三只，我怕头朝上，我们那个石头很小，你知道吗？看一下大魔王，哦，最后还是给到了 B。你们缺辆大车，那最后你们要让大车在这就好了。LV BAT 这个圈型是稍微要靠 RC 跟 LV 近一点的，但是从攻势上来讲的话 ，BAT 可能会冲的稍微远一点，是位置会好一些，左右都能够涵盖到。不一定，他们这位置在一个低侧，还倒人了 ，RC 应该想。趁机清一下，哎，暗河已经开始往上摸了，他们没有全员把注意力放在下边。
杜杜应该是负责卡这个 LV 的，所以说其他人就只要管好头上的 BAT 就可以了。是，就怕你跟下面 LV 打起来的时候 BAT 已经冲到近点，这边已经开始扔烟了，准备往中间拉。阿山这个位置拉得很关键啊，如果是阿山这个位置倒的话，这个树干很细耶，哇，最后还是挡住了。需要，如果说你能把阿山打掉的话，那基本上不知道刚才打我们的队能不能吃鸡。这颗雷一左一右两颗吃不了，阿山好像被炸了。哎，侧身位的话也把硬萌给放倒了，剩下最后个神仔，神仔平常是最能刷屏的，但是这个时候感觉也刷不动了呀。四月这边是个伏地魔，哎呀，西瑶这个位置打到杜杜，西瑶这个位置还在输出输出，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好了，是个低坡呀。说 LV 这把的位置还挺好，他还在草。现在场上应该是剩下一个二打，下面干完了，从下面打上来。没错，安哥现在的话快爬到神仔的位置了。哦，他露枪了，他露枪了，完了。露枪了，只能站起来了。先右边躲一波，对边。哎呦，可惜了，那这波神仔也是拿下了暗河，那最后的话是一个一打二了。是 BAT 感觉阿山他一直没有把自己的状态打起来，是没有药吗？虽然 BAT 的枪线覆盖更广一些，但是 LV 的状态会好一些，他们两人已经各自拿到了七个淘汰，感觉这波好像 LV 要吃鸡了呀。LV 已经清了六队了，是这样算起来已经是清了六队了，这俩人已经杀疯了，二打一直接炸掉，恭喜 LV。 哇，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呀，两个人就是一支军队，这次两个人感觉都不需要队友，而且他真的很恐怖，他占据安全区以后卡了，你看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不能顶一个军队，卡了周来，不过最后决赛圈这波呢，他也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不能顶一个军队的压力，是确实这两个人的发挥有点超神了，在这一局从最开始那个清车后那一波的时候，他就在想这波能打过吗，没想到接连灭掉两队，是这个确实也是，还借刀杀人。我们俩为啥不能顶一支军队？之前说到了吧，就是不是顶住了吗？脸上非常能，脸上顶住了，背后的顶不住。还是恭喜一下我们这个 LV。对，而且的话，我觉得他们两名队友嘛，就前期你还想怎么样？观战的两名队友肯定一直在帮他们收集信息。而且其实 LV 的高光可以了，我们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再往前，我们又进步了。他最恐怖的是顶住了吗？脸上的那波，你要知道。当时开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巨港那边去劝，怪兽团的一波打架了。当时他是上了一波，对，他就已经上了高架了。然后后面的话，他再回上城区堵了一下 GC， 对吧？啊，所以说这个 LV 的话，真的是一路从头打到尾。对，关键是他们的一个编制，我一看两人从高架那波下来，我心想周围这么多满编队伍，可能最后应该是两个人会爬爬草丛啊来到决赛圈，没想到决赛圈也是一路打一路推。哎，真的是太可怕了，确实是卡住了这个点，也是拿捏住了最好的一个时机啊。嗯，来看一下本场他们那个高光回放吧。他这个视频怎么回事啊？不得不说，我们这把运气还是挺好的。机港打架了，我们把他们顺位一下。我们没药没投资不怎么打，我们那装备已经很肥了好吗，你懂吗？这些弹幕你不用理，我落地我们搜装备都有人说，哎，你落地就分才这么大。我们主要还是进减员了，我们还是不能减员前去，我们这个前期不减员，我们后面就很大的操作空间。里面要强补人还得是讲。我上个厕所。强补人打架要火搞物资，你以为你收拾了之后有时间转移吗？强补人怎么了？强补人很好补吗？两个人架枪，一个人在车上，很好补吗？很困难的好不好？好，我再拉出去给他补了，我要马枪就补不掉了。细节对不对？比如说有看到什么吗？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我刚刚那波真的，我手楼我操作傻了，我操作不傻，我能穿这个队，真的。然后劝架，哎，借刀杀，我想去补人了。还有中途，不，我想去补人了。我打第一个人，我就掉了一丝血。刷屏信息，我想去补人了。其实主要是我们每一次觉得两个人打三个人、四个人可能。没有吧，应该撑到两个，我们两个就过来了。他们就已经灭队了。
是他把我补人也没有机会、啊、我那个位置不补人没事讲，我那个不补人贼有机会，我跟你说属于在 A 组是排在第二，他们前我看你给他放倒一个我都准备过来了。那这把的话又是一个高，我当时什么情况，我是给楼梯口封了雷，然后我直接去阳台放倒一个，我看了眼周围好像没人，我就想在阳台补那个人，你们知道吗？傻了，我补那个人干了。后面的话决赛圈那是拦下多少个呀，起码保底是四个队伍，决赛圈的话我不补那个人，我再给楼梯口封一颗雷，对吧，然后再丢点折射雷，我操，等你们支援到这都直接包下玩家 QIBAT 还有妈，哎呀我最后一波不倒也没事，我们不倒还可以顶住一波压力的，完全拿下，而且我们不倒的话我们俩卡死石头就不用管背身了，背身的人往左下拉了。花臂跟我们对跳，花臂怎么可能跟我们对跳啊？那加上上一把，目前排在第一名的话是咱们的一个 RC 啊，39分。但是 有那么一点点机会吧？对，反正就我对的，我就给他三分的一个距离。我该倒，我当时重心在头上这一块，我以为他要压我们中间。接下来就下车。爵士 T 的话，这边是不是给你们说了吗？看头上不好压你们。K 的话，头上压你们，你隔壁要帮忙。GC 的话是隔壁 B 帮忙。QY 的话这边是16分。主要是注意力都放在头上了，然后我往前多爬了一点，都是头被左边他妈的分差之外，后面屁股直接没有了。嗯，不补太贪了，想穿四个太贪了，我操。而且算了，就我自己要想着操作，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说拉开一个特别大的差距，因为今天感觉大家可能是经历了我们昨天前面的交手，今天每支都变得谨慎了起来。我只能跟那个下车的应对啊 ！BBQ 先是在机港的这个桥上啊，没什么太，然后空降进去呢啊，虽然说是拿了 GC 的人头，但是最后的话。因为圈他是刷走了，加上自己是空降进来的，没有车，没有载具，最后是无奈被圈外被。我那会在花臂直播间，我说昨天把你打倒了，没机会。连续两把已经。本来被别人抽了，我说今天可以让我补一下吗？但没想到上场就搞不了两次。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看进圈的时候，像刚刚说到花臂他们差不多了吧，两把分还挺高的。其实，在北部都已经在圈边了，但是每一次极限切之后，发现更好的位置已经被其他绕行的队伍抢先占住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时机，赶紧这把圈运还是挺好的。好，也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一场比赛再控还是没控太好。想少了，想好一想早一点，我们应该控一个命。要一打二，他可在 T L 里面也是经常一穿三的男人，甚至说有过一穿六。我们自己的队友排了，我们沙漠怎么跳？就昨天跳的，精准制导。现在开始这个，大白鹅打倒了韩宇，而 K Y A 这个人就是一个一个送啊，野区多等，而且这比赛物资又贵，别担心。喂喂喂喂喂喂，在吗在吗？在吗在吗？妈妈，在吗？来招令群头来了，在吗在吗？说实话，刚刚那一波确实有点冲动了，不是？冲动了，冲动了，兄弟们，年轻人气头上真的，给怎么了？给我大西门磕个头，磕个头，磕个头吧，磕个头。你怎么了？我操！你们不知道，你们刚在当时你们在那个后面，我们那是什么情况？我操！你们只知道把我打了，妈的，可乐让我给他架枪，我们在那偷，我们准备去劝架，劝完之后，然后拉过来准备去莽人家，完事之后。完事之后我们在这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只要想打倒一个，然后可乐就直接开车出去了，开车出去之后然后让我给他架枪，我他妈当时在打药，我也把药收了，然后给他架枪，头一探出去他就已经倒了，然后完事我正在准备就是说刚我们这波什么情况的时候，然后你们他妈又给我打了，冒烟了，没事，冒烟了，太多了，太多两半了，真的吃逼了，吃鸡了，给他们磕个头，给他们我给妈妈磕个头，真不知道是你了。错了，不要在意啊，不要在意，我是小丑，兄弟们，我是小丑，小丑。今天加油啊，加油啊，走了啊，加油啊，加油。好的，妈妈，拜拜。肯定是我们把花臂打了之后，他发火了。然后可嗨，我直播间都说了，他跟我们。都来刷，哎呀，我给你对跳。所以说花臂要来对跳，不对，花臂肯定不会跟我们对跳。
是吧，大西？是的。就这所有的队伍里面，他不吃鸡的话，可能要地跳，主要是这把吃鸡的。吃鸡了就不跳了，没吃鸡必跟你对跳。对，我跟你说，他要是没吃鸡，他主要是吃鸡了，没吃鸡，我估计要搞我们了。连搞两次，我操！怎么还有回回放？你在看啥呀？他那边有那个，有延时是吧？嗯。我觉得我们好像应该开点延时，我突然想起来。为啥？无所谓。决赛看一下吧，晋级赛无所谓。开了开了开了，开延迟不开延迟了，没事，决赛再开吧，自信一点好吧，家人们。真有人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没办法，加油特种兵。哟啊，这一把啊，老位置老位置老位置，兄弟们，我们动起来的速度还要快一点，就是可以不用那么贪的去升、嗯、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上百动漫了、嗯、他们喜欢落地前一招人，我们再动快一点。对，然后你们大概你们就是踩一个点以后啊，大家不要第一时间去搜，你们先去架一下点，然后就是等架点架了差不多了以后你们再去搜都来得及，知道吧，防区物资不会有人动，我们在的话不要到一个点就搜，到一个点就搜，这个习惯其实不太好。嗯，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他管不管吃鸡，他就睡觉了，我感觉。我没打，都是医院打的，医院一共拿两个头。我那是补的，又不是我打倒的。那反正都是你杀的。对，反正都是你杀的。老地方那一块啊。落地先控车，不要太远，就大概就黄标到绿标，就中间的这几块野区就行了，不要太远。嗯。他先投三十个人，不多，他们可能去皮卡多干仗。附近没看到人，帮了，互相看一下队友头上，互相看一下队友头上。皮卡多两个队，皮卡多两个队啊。嗯 ，OK。附近都没人，我没车。这个跳点是 PL 那个 Showtime 的跳点，其实也还不错。那这把有枪了，
的群啊，兄弟们。西南城有人踩这个山头，看一下啊，开全兵。这个全他妈哪儿哪儿的，还真的有点不好搞。你咋跟我搜的同一个地方？你不是没车吗？好的，我们俩去下面再搜一波。标记了一处地点。我这还没搜完呢。马红搜了吧？投屏断了，稍等一下啊。可以稍微动，感觉差点意思。再搜一个，再搜一个吧。发育的，不用担心。啊，隔壁。对啊，二次发育，我们可以往那边走了。二次发育。行吧，那走吧。嗯，有基础装备就可以了呀。我狙击包都没有。大西这个我喜欢。大西这个打法其实跟我们打职业的时候都是差不多。我们好歹也是打过职业的人了。永远一个道理就是什么点比装备重要。我操！我这来了一个对转点，又他妈来抓我！帮忙！帮忙！我看了哈，他们拿车的好像是，我们贴到反斜了，你往后退。我退了。对，架着右手边身位给我们。你那边上楼上人了，上个楼顶。他在哪个位置？他在哪个位置？我拉了个地方，你直接标点。我楼里，难点是吧？拿枪剑。OK。拉高点。我对面楼顶有人。OK， 我往右边拉一点。我在看。看不到。你先顶住啊，顶住压力。他有难点高点。前方有危险。他们有人拉枪剑到山上了，前方放你下来。清风，你小心。OK， 山上难点高点去了一个，你们能把前方有危险的过来，对方就一个。我打的时候右手枪线了，可以干拉吗？他跳了，楼顶的跳了。我贴近点了，你们小心，你先别急，他们两三个了，倒一个。OK， 等我，我开车往右边拉个枪线。不用拉枪线，直接贴近点了。OK， 等我。清风把高点加成点盯着。我架着呢。我打一下，我来。哎，我可没打过这个。哎，我操了。我去，和他 solo 了。再玩勾八西门，清风可以顶近点了。哎，我为什么被后边打了？没事，你看右边，我看左。你架着左边，我要打压。走，我打倒一个。我左边一个打残了。还有几个？我操！是他妈的，我在这儿搜都要抓我。新门峰，你怎么跟人家贴脸 battle 去了呀？我看你们要贴那个防区了，我想跟他二包一抓他。他们。我们俩还有人架了。我给上台贴没打过。妈，真不动了。三个，这是三打三。等我到位，稍微等一会火，我只要一到都很好打了。这为什么又来抓我呀？我不理解。嗯，那摸到近点你不敢动，开车走你扫我。这怎么有个车？这怎么还有个车啊？白捡了个车，我的。
你绕一圈直接进新山城，西风，你直接从山顶，你从黄岭进新山城，你直接进新山城，他们就是新山城队伍。你不要去外面走了，外面走你会碰到别人。你绕一圈直接进新山城。妈，临时被抓两把，我真是操了。从右边反斜走，从右边反斜走。你这右边有车 ，bro。就一个，身上就一个。后面好多车。啊！你走到左边来防区要打你的呀，你只能走右边反过。这没办法呀，我操！我操！哎，我真是服了。哎。还是再盖续可以。又把我给指挥死了 again 神级预判空爆浪子段打残直男再来一颗、啊、稍微捏早一点点了就稍微丢晚一点点的话其实这颗雷就在空中炸了、嗯、啊！毕竟人才对于沙漠地图会比较熟悉皮卡多也是他们的老家但是浪子段这边被扶起来之后呢 A86 应该考虑要回缩一下看一下涛仔能不能偷一个再往前冲二就是二了的是吧 RC 他已经是个二编制的队伍了这波看一下能不能说我不是被那个人打的我是打他楼里打的主要是什么呢 A86 目前是一个优势涛仔来到这边自己把自己炸倒了这个门也太不给面子了吧主要是好像是个油你知道吧这个油加门不是一个人上的我跟李喵一起应该是弹到了门附近甚至把油引爆是吗两波伤害同时把自己打掉 A86 少一个涛仔不过没关系旁边的枪线来得很快啊完了刚说完这波尴尬呀瞬间变成了一个二打二、哎、不是吧差一点浪子弹这边已经是个丝血了是的难道说这波 RC 真的是要二打四了吗好尴尬刚刚有个小失误、这波天公不作美当然晚木这一块呢也不能限制住小老虎因为有烟还有隔板这颗雷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再把人扶起来稍微稳定走了吗找一个门口我走了呀他让我又去新山城然后又没了呀我会发现猜他们的进攻路线啊就是打防守很简单因为所有人都是从四散分开的可以说是没有一个集合的枪线 A86 可以集合一波再打是这时候我真的是不敢再奶了我看了一下杜杜他包里面他是有四颗雷的是讲道理我其实是很想他奶一下给他奶一下的但是我想想算了吧有点害怕防区三个木一个人拿到一个卡图拉起来了杜杜在三楼找视野这 A86 根本上不来主要是没雷刚刚打了之后应该是红楼没搜到太多的投掷物是真的是想拿下这个拳击馆啊真不是那么的容易是因为地形太复杂而且楼梯口很多不知道人才到底是在哪一块保持手感室内的面积又比较广泛手雷第一时间很难形成有效的实质性的伤害哎，但是这波好像说浪子段已经是判断到了晚木的位置呀很漂亮浪子段雷忍者中被雷晚木这一波被浪子段爆了血头啊再看杜杜这一块也被小老虎收下那这样的话 A86 是付出了一名编制的代价拿下八分可以说是也赚了吧就是涛仔那块其实是可以保住的啊，没有想到出现了小小的首发那这边也是 A86 拿下问题不是很大啊目前还是剩下十五个队伍的看来这把的沙漠地图啊大家打的还是非常的欢乐的是的很激进好我感觉涛仔应该会出现在我们的素材之中啊哎但是说期间 LV 这边又出手了是炸倒了小 K 哦 G2 这时候已经是倒地两人了 LV 四个人是直接来到了山脚下随时准备冲锋浮生打起状态但是十三应该是在高台这个高台很难从低点往上拉十三能不能考虑先去把小 K 给扶起来呢毕竟旁边还有鸣人去扛压是差一点看一下鸣人哎呦这边也是一丝丝的一个血量啊可乐的血量已经是见底了还要再往前来吗其实G2这边也怕啊怕后点是有人帮忙补枪 的主要是想把队友扶起来扶起来之后呢就很好打了作为四人编制嘛拉出来打掉一个浮生很漂亮的飞天大那这人玩不起也来得很快啊鸣人隐身倒地是现在需要的话也是帮助自己的队伍补掉一个人头现在呢G2一直是占领的高点但是晨晨呢还是被击倒的状态 LV 顺势是拿上了另一半的山坡这波甚至都不用肉身去贴有投掷物就扔投掷物就完事了他的枪线已经暴露了他的位置看花臂这个手雷吧感觉好像G2这边反应也比较快啊已经是转位置的哎呀但是自己转队友们来了小 K 是吃下了这颗手雷只剩十三一个人可乐稍微小心一点点等待队友的时机啊，
还是很相信自己的枪法，如果稳住的话就是让 LV 四人编制同时莽上啊。不过还好看这个阵型应该是补位会非常快，不至于第一身被补掉。是，那这边还是可以喜提八分的。没错啊，大家在沙漠的第一圈打得都很果敢啊，因为今天确实是只剩下了最后的四场比赛了，今天打完就只剩下半场了，大家都想在沙漠地图拿到更高的分数。是，哎呦，这边不会吧，不会吧 ，VK 再来的话，那就分上20分了呀，那就。嗯，但是不止20。说实话，一路莽他们这位选手阿猫，感觉像是迷路了，为什么一个人会顶到这个位置呢？应该是想过来收集信息。后点队友来了，没关系 啊，但是这波 VK 说实话有点难受，很难受，打不过嘛，毕竟人数少那么多，只剩一个啾咪作为五杀战神，能不能上演绝地翻盘？有一个燃烧瓶加三个手雷可以稍微操作一下，但是哎，兄弟掏错了，甚至还有恐怖啊，煎个蛋，啾咪别急啊，慢慢的往后拉一拉，还是可以拉扯一波的。但是 Poppy 这边给你拉个后点，哎， Poppy 如果这波，哎，没办法，没有子弹啊，刚刚没有换奶这么平手，如果说有换奶的话，子弹换上来可能 Poppy 很危险。徐文峰，你杨哥看机有难，直接干拉过马路，你竟然白送了空枪，致命空枪啊，是我的杨哥很难受，都是空弹，一直都是空弹，我跟你说一下，刚刚打了 Poppy 之后只有几发子弹，对他没有换上来他这个子弹，我想自己去打他，杨直接干拉过马路救你，好事情，好事情啊，好事情。那一刻，颜值飞浮嘛，脚踩七彩祥云，这个圈形啊，这边交流太到了一波成，你急了一点点，你知道吗？你只要等我到位了，还是那么的两三拿二，他楼里那个人都下不来，我们三个人战场面这一侧，他必到，非常的安静的。对啊 ，WTP 呢也是从断城直插来到了，急了一点点附近啊，因为我只要一到了，一波成就没队伍，我刚才说了，等我一下，我找我上车就来过个马路，因为我是脱离车点去右手边架了楼顶，把楼顶的人打下来了，然后就离车点远了一点点。G C 的，但是这两个队伍其实离得还是很远的，打不起来。大家都想收过路费，一个卡东边一点点，急了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这条高速公路稍微慢个两秒钟，结局就不一样了。双向收费站，第一次看见收费站距离对方。我那位置操作点很多的，我傻了。哎，现在他妈打架太傻。一路莽离这边是比较近的。但是进圈的方式很多种，一路莽未必会走这个就是比较偏的一条路 啊，当然要说的话位置还是 GC 更香一点，它离圈中心更近，想动的话 Bat 一定会比 GC 更慢一点点，而且你看这辆载具也被打炸了，开不了。哟，这 GC 好像有点穷啊，这是 Win94 一下爆头给放到了一名成员，哇，很帅气的操作啊，没有看到第一视角有点可惜，没事，这一波一定会上集锦啊，应该是一个二级头附近，等一下应该会上的，是的，没关系。来，继续看一下咱们的一个圈内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其实你看右侧的一个分数 ，VK 16分，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分数。没错啊，没分到了，而且还没加上排名分吧？排名分一两分，嗯，应该是有，不给看，应该有一两分，因为目前是16到18是两分，保底两分，好吧，保底两分，差不多三分，是不大，差不多这把18分左右，啊，很香了。是，有时候吃鸡的队伍都没有这个分数呢。完了，也就我们说到的沙漠地图啊，在后期中后期是越来越吃香，就像一坛纯酒一般，越酿越香。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感觉大家都喜欢喝二锅头啊，浓烈直接啊，在前期就直接大杀四方了，现在只剩12支队伍。是，鸡脚又来了，又拿出了他的 Win94，然后一直在抽奖，不能看隔壁平台的直播，不能看。抽了呀，这个奖主要刚刚中了个5000万，再赌一波。当年陈刀仔从2块钱赢到3700万，文香再想拿下一个头，有点难了。打着玩嘛，反正这把枪说实话在决赛圈也没什么用，应该是一会儿就丢掉了。对，这个枪确实是没什么用。这 BAT 不掏出一把冰九四和对方对射，我不接受啊。怎么着也能还以颜色啊，应该是一萌刚刚看到他的二级头，知道了，他只有大包，没有。看一下，看一下哪个人看。刚刚打完一个，对他把血量打完以后就没有了嘛？没有药，没有喝的，没有吃的。一萌现在是全身都是穷啊，就一个穷子，口袋里面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穷子。这应该是两个打野的选手。两个打野的队伍才能快速的来到目前的这个网页，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关键是 BAT 呢来的稍微慢了一点点啊，拿到了一个位置不太好的守备站，当然也是能卡住的。
你知道他卡的谁的，就是他能卡住第一道关的。如果说他第一道关能够把人全都卡掉的话，那其实没有进行什么事情了。当然如果下一个圈刷出来 BAT 动得快一点呢，也不是不能把这个顺位拿回来。我会发现西部基本上是没什么人，也就是西南部西南夹角庄产附近没人，你就可以做到快速推进直男，这波又把自己给炸到了，是被挡住了。这边张弟弟的话是遭遇到了小老虎啊，这边是一个 1v1 的一个 solo， 双方都已经掐雷，但小老虎这边是迎来了风度在拉自己的一个枪线，风度拉枪线，小老虎陷入囫囵包抄之中。这波180度的夹角枪线他很难招架呀，还在抽烟，是的，他应该要抓紧时间把张弟弟给打掉。但张弟弟这边很聪明，我直接拉到我队友的枪线范围之内。是的，你想打我没有门。兰博给上关键枪线，小老虎应声倒地，没办法，浪子端想架枪也架不住啊，太远了，要不考虑跑了吧。主要是目前是一个第二阶段，想再偷一个，万一就是双倍淘汰分的，很像。对，而且其实兰博找的位置也是非常好的啊，是刚好一个侧面呢是挡住了自己的一个背身，浪子端这边想要去打自己也没办法打。兰博但凡出枪晚个三秒钟，这个分就变成一分了。哦，因为刷圈了嘛。是刷圈了，往南部走。BAT 动快一点，已经看见有选手上车了，赶紧冲啊，别给 GC 再卡自己的机会。 GC 按道理来说通过顺位应该会去到新山城附近，他如果能拿到专场北部的山头，那就是一步赚大吧。但是还是要来看一下浪子段这边是个人的一个 solo。 好准啊，今天浪子段被雷炸倒之后仿佛是学到了雷神的真谛，从对手偷学的雷神战术此刻是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个时候想要去一打四的话有点难，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操作空间啊。但是这个雷过来的话糟糕了，这个位置大概都已经被判断出来了。没错啊，不过还好没有被击倒啊，就还有输出的关键是对方在扶人，扶起来之后呢又是更高的编制，浪子段一个小小的平房很难闪转腾挪，基本上是没什么操作空间。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个破绽吧。拉枪线，看这波干拉就封风，封了烟也没用。主要是你看兰博两个雷，哎，看到了，应该是看到了。兰博这边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一打一，高打低，双方都在扛信号接收值。这波高打低，兰博没什么问题，拿下浪子段。关键是如果说浪子段打下了兰博之后，旁边的枪线也会来得很快。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又有一个对标过来了，是 BAT。BAT 怎么会以这样的战术示人，好果敢，难道说是想过来劝架？走了走了，刚刚看了一下标是真的想过来，真想过来劝架，但是好像他发现打完了，所以说没有继续去到电网里面去找他们。是的，主要是我知道为什么了，没有物资，必须得打一波，太穷了。如果以这样的物资进圈的话很容易慢性死亡啊，经不起消耗，打不起拉扯，但凡对方跟自己多打两枪多对两下就顶不住了。现在防具也是逐渐逐渐的在被消耗掉，但是你看 BAT 的话他们是有想法的，一直在往这个圈外去瞄，赌的就是你 VX 进圈的那一瞬间，说不定回在前面的防区再搜一搜。哦，兰博也是发现了这个 BAT 啊，不怀好意啊，是一直在圈边这边徘徊，硬生生是卡自己。那 Vegas 肯定从另外开始走了。Vegas 本来也经不起消耗战，两支队伍都是困兽犹斗。这个他这个延迟总比 BAT 好，怎么回事？打了我一枪，浪子段一个队的包的啊，有一说一确实。但是现在看一下一路芒，这边是在跟到这儿还掉了一枪，一个高点啊。一路芒的成员被扶起来了，还好啊，阿猫这波没有倒下。再看 K2 呢是站住了高点，但是他们的枪线铺开面积好像不太好啊，有选手去后点拉枪线。但目前他们的枪线很难限制住一路莽，反观是近点的木西很容易吃雷，看催油条的这颗雷能不能拔得头筹，有机会吗？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但现在的话其实一路莽的位置好像要稍微好一点，但现在的局面就是双方的突破口都没有打开，还是一个好消息。主要是这个平坡呢很难攻，说不定当个邻居是更好的选择。而且 K2 看到他们的右侧是有一个小防区的，这个防区去待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因为目前一路莽和 K2 都是在圈内的 T0 顺位，都不想让。是，常常这边也是有看到 BAT 的，进圈还是比较的快的，还是阶段44个人。但是 BAT 近点剩下了两名成员倒地啊，还有一个苦苦支撑的队友在扛压位。采阿山和易蒙能不能挑起队伍的重量？易蒙已经是达到一个尽力了，但是阿山这个位置你要打三个呀，不太现实。
赶紧跑了吧。他现在应该想法应该是绕到侧面，然后去打一下他们的一个下车点。没错，关键是圈形也刷了，不在 BAT 这一块儿，他们在极度的圈边，而且还这个宽边，宽边没车想进圈也太难了。GC 正好是过来舔波包，肥了肥了肥了。这波的话，看一下阿善能不能操作吧，我觉得是有点悬了，因为刚刚其实 GC 在那个位置还算可以，但现在位置在右边了，就是阿善你拉到这个点的话还不够，还得再拉。很高啊。其实阿山要是没车就不动，跟着屁股后面走，没必要再去跟 GC 抢身位了，抢不过。有可能还是有想法的，你看在这蹲呢，蹲这个 GC 上车的瞬间。哎呦我的！来，我们先放到一个欧阳睡不醒，有机会的，平底干拉击脚，明显是拖大了，完全不知道阿山的位置。是队友赶紧帮忙打一下填枪，千万别被补了，因为上一把这个海岛地图啊，就是说这么被补掉，很可惜。不过刚刚有一个0.5秒钟的无敌时间啊，让文香还是能活下来，但是阿山就惨了，位置还被暴露出来，欧阳已经开始拉枪线了，再一颗雷，有没有箭术？两颗，同时招架。但只要 GC 他不往外面靠的话，其实这个雷是伤不到的。哦，刚说完，苍苍应该还是往外靠了一点，弹了一下，现在没有雷了，只有火，但是火在水泥地上无法蔓延，对于 GC 来说威胁系数不是很大。信号接收区已经来了，阿山一条枪线想扫两个，但是没有办法，对面还有掩体，而且人数更多，赶紧跑。现在信号接收值还比较健康，可以跑到圈中，有车问题不大啊，有车问题不大。还剩下最后的10个队伍，目前这个圈的话是给到了地图的最左侧。没错 ，K2， 因为刚刚和一路盲的选择，他们是占据了中心点。闯关再去绕行，是拿到了圈中 T0 的转瞬位。这也是为什么刚刚一路盲不想去让的原因，因为一路盲离圈边太近了，导致他和弟们啊、只能是硬打这一波。这个圈打完之后，一路盲应该还会再进圈啊，但是他们的进圈位已经是从 T0 变成了 T3。是 ，MH。这边也是从圈外赶了过来啊，但是这个圈还是再次刷新了，但是是没有照顾到了一路嘛，刷走了。DM 当然也很难上圈啊，这个大平坡这小两腿怎么登车上去呢？没得太早了，啥绳索啥的，没办法，就看他们的人头会不会让一路嘛给拿到了。哦，这条这个手雷感觉是要有了，哦是个火，还好还好，但是怪兽团这边是进不来了呀，直接被电网是带走两个。被卡住了，看一下乐乐能不能进来吧。乐乐也是进不来了，没办法，给到了阿猫这个人头。当然，目前圈中心位置最好的还是得数 K2 和 LV，LV 甚至会比 K2 更好一些，因为圈形往左上角切圈，导致 K2 成了一个宽边 ，LV 呢顺势成为了弱势边。头号玩家也不错，最后的决战很有可能从头号玩家和 LV 以及南部的一支战神队伍中产生。老不打架就没手感。哎呦，刷期间。乔峰这边是放倒了出油条，但是还好队伍的 A 阳是帮忙补枪。阿猫又被击倒，这波明显是身位拉的太多了，双方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一路莽的站点是真的很开的，是的，这时候很怕就是说逐个掉人，被逐个击破，但是还好是 DM 在近点啊，在 A 阳附近是没有人员的部署的，可以考虑先下去把人员扶起来，不着急，歹毒直接进圈了，没办法嘛，就只剩最后一名成员了，能进圈就已经不赖了。是，这波真的是不能再管你们了。关键这个平坡该怎么下去呢？旁边有个 K2 还有 LV， 背后还有一路莽，等会虎视眈眈的气势汹汹的开车过来。可以说歹毒这一块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多活动，又要刺激啊。是 VX 这边在进圈的时候，这个局面是又要刺激的局面。风度这边是打了两个呀，时光跟苍苍感觉技巧这个也要有了，就差一枪，漂亮，再来一个呢就穿四了呀。风度从广告打找到了，这四连枪王风度拿下，很漂亮，一点点给 GC 的机会都没有，而且这把还能无伤把兰博扶起来，又是一个满编队，难道说南部的战神队伍就是他们吗？ VX 目前的话 VX 已经是把南部给清干净了，马上就可以进行一波架点去架 MH 以及 K2。 是的，有没有可能 VX 再拿一局吃鸡是吗？吃鸡，吃鸡，第二把奶了，结果他们没了，所以说现在我不敢开口了，现在是，就等待老周老师的解说吃，解说吃桌子了。好，看一下一路盲这边想要去进圈，但是奈何这个南部啊，它是人员非常多的，圈边是 VX， 在圈内的这个小防区呢是有这个MH 的。是的 ，VX 刚刚非常精准的枪线啊，是拿下了一路盲的最后一名成员。这个玩家圈型很不错。你看他那块基本上是没什么人，卡住圈边就 OK 了。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圈算是照顾到了 VX 的。VX 风度是
架在了圈外的高点，然后放了两个队员，应该是张弟弟跟兰博，局这边是进圈了，就看 MH 和 K2 这把能活多少人出来啊，因为 Vegas 最终还是要扛住这波压力的。但是 LV 这时候过来了呀，看到 LV 已经是来到了圈边了， LV 上马可是两个人打了六个队的，在圈在圈就的，他们的手感非常好啊。当然现在 LV 两生花左右开弓， LV 这一块其实都可以考虑不用再往前进，也就是不用来到 LVX 的脸前，在东部坡形那儿待好就 OK 了。这波他想来来不了，因为你会发现 Vex 的脸上这边是特别的平的。是的，再一个 K2 这块也要进圈，Vex 主要是限制他们就可以了， LV 主要限制他们就可以了。是，这边的话看到张弟弟跟风度都是各有击倒啊，但是人头一定要先拿到，因为这时候决赛圈不能被 K 头。没错，风度在高点赛推道上，一个极端的地形打出了极端的优势，漂亮。目前的话可以看到 Vex 已经是全员灭掉了 K2 MH，风度是真的敢拉呀，作为七杀的战神，目前的淘汰王啊，确实是敢拼敢打。等一下让我们来看一下左上角淘汰十六个，21分淘汰分，21分，如果说这把吃鸡的话保底就是30分以上。重点是如果说他把场上这个剩下的其他队伍都打的话，那他的这个人头还能再往上涨。风度又稍微有点可惜了，哎呦别冲动别冲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不能着急的，没关系，他那位还能扶因为对手说实话也在休整之中。哇操，途中只剩两名成员了，扶起来也还不错。 LV 现在四名编制，赶紧再把扶成扶起来，其实 Vex 现在是最好的扶人时机，把人扶起来之后呢，两三名成员先把头环再清掉，剩下的成员限制住 LV， 因为 LV 也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联动，不能形成有效平推，那对于 VX 来说就是好的机会。是，目前这把来看的话 VX 的位置是相当不错的，你看局这一个位置一个人他就可以卡住这个怎么说呢，头号玩家，而且头号玩家这个位置说实话基本上是上不来了，因为 LV 也在卡。再一个编制就两名编制打不起来平推啊，人数太少了，地形又太平坦，对于贝克来说只要打阵地战就 OK 了， LV 是要进圈的那一方呀，主要是要看 LV 的花臂了，花臂目前已经是顶到了前点，没雷很难受，只有七颗烟。嗯，怡安这边是被迫的干拉的往上忙，但是等待他的应该是慢性的死亡。你别说这个人打我没办法，打不起药来，只能往前推进，连续三把了进不去圈很难受。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主战场，这边是 VX 对上我们的 LV， 目前都是一个四打四，终于出现了满编队的两军对垒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的话 LV 更胜一筹啊，满血的成员比较多一些些，本来这个地形啊可能 VX 要更胜一筹，但是目前的话这个烟雾一起来以后，双方真的是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当然你要看兰博几枪打这两打的我都看不懂，一旦让我们拉到那小树附近，烟一散 LV 的迎头重击就马上来到。是，风度是一个特别会找这个突破口的人，你看浮生这一块和可乐还有西药，因为地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去拉到下斜坡找到更好的输出点位，枪线一直在120度左右，但你看 Vex 已经把枪线拉到了180度，更广的角度意味着更大的打击面积。这几枪血掉的我也稍微把枪线拉开，有点捞我。虽然说进圈可能是慢了，但是他想搏一搏，看一下能不能打到 LV 这边的一个侧身。双方的手雷都很少啊，如果说这样的地形有手雷就能淘汰回放里没有。哎，花臂这边被击倒，算是个突破口。这边浮生也是被击倒，瞬间 LV 只剩下两个人，冲冲冲！兄弟，局一个人扛压，再打可乐一人，剩下最后一个西腰了，没有任何机会了，剩下多打一，西腰还有操作空间吗？没有了，让我们恭喜 VX 也是取得我们本场比赛胜利，是的，22杀，22杀，再加上吃鸡分数，应该是22分。22杀，那就不止了，不止22分了，肯定是不止啊，不止22分了。刚刚战局太激烈，右边的分数我们看一看，十个淘汰，3个、6个、3个，好恐怖！风度一个人拔的突出，是拿下了别人一整队的伤害啊，好恐怖！这也是我们很难打多的单人突破双位数。是，这把的话 ，Vex 前期的淘汰分肯定是有的，我记得。当时在最早的时候呢，他 Vex 就跟这个 VK 对吧，他俩就在比这个双倍淘汰分，所以说这一把 Vex 他们的分数啊肯定是不低的，35分起步，保底35分，肯定35分。回来了吗？这一把就可以说是打了人家一天的战局了，
非常的不容易。现在今天终于是看到了，把他们的水准打出来了。还好吧？本来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猛干，还是在猛干猛干，还有三把，还有三把。看得出来他们的实力是充足的。对，先杀都杀疯了啊！哎，上把的这个奶啊，是稍微有点延迟，给到了这一把。上一把你知道是什么？我奶了这个 Vex 之后呢 ，Vex 直接就没掉。舞台还有很大。上来他的才是低的嘛，所以说还是我们每个人开玩笑，开玩笑，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啊，跟我们都动起来。不过这波每个人都这个 Vex 也是守点守的好，对吧？这个反斜坡，而且你会发现到决赛圈的时候呢，兰博跟这个风度他俩是一起都拉到了圈外。形成了一个180度的一个枪线，对他们拼的就是什么？这波我可能进程会慢，没有太多的一个第一时间的一个顺位，但是我赌的就是说我能找到你的破绽，找到你的背身，找到你的侧面，我进行一波打击。你看到后面你会发现 ，LV 这边掉人掉得非常的快。嗯，来吧，这把比赛精彩，看一下回放时刻。误会很大。但是我发现他们抓人抓的真的挺多的，很快啊！他们比我们装备可能还差一点。我他妈人都麻了，空姐，他是圈中心的队伍，他出来抓我，我怎么又没想到我这个位置会被抓？真的，两把，第一把我觉得可能不够小心，该早点走的。我都跟你们说走了，我都让你们娘不收了。我都要走了呀，我都已经准备往车走了，你知道吧？我马上都靠近车了，然后看这个队来了，我操，我赶紧扫他们，立马躲起来。但是其实还好，当时局面已经是优势了。太着急了，还是有点急了。妈的，一点点。打手，打手。你看，我一直都是紧跟李元背身，就是我会帮他看一个侧身。两把真的给我抓麻了，就你要保证你身后有人。清风跟山上那两个人，那山上他们俩在山上护驾的，也刚好我们这边是三打三的局面。那山上枪都不敢开，我操！我不敢上房顶，他山上不爆枪，我都不敢上房顶，我贼想上房顶。看到你们放倒人，我就开车过去了。不是，我这波我本来能打赢的，这个人他妈网卡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妈在我视角里贼鸡巴恐怖。好的，欢迎回来，这把也是恭喜兰博他们。这在我视角里贼鸡巴恐怖啊！我的网都没卡，延迟的奶量终于是到了。我是二十，而且这把的话是一个高逃吃鸡，用瞬移一样，我操！一把回本加血赚，好啊，这确实是这样。而且今天你打的那个人，我小组赛最后一把放倒了，在这个时候另外他最后一个淘汰吃鸡，打一下就下来了，直接就给我秒了，轰动票声。回放也看不，晋级赛里面回放看不清，这回放也卡，肯定是晋级了，肯定是个人卡了。当然呢，我们也很想看一下他们的积分到底是怎样的，因为目前确实是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拿下了多少的积分，因为会有一些前期的机差。我当时以为他们在满编队型的，我会考虑。看一下，早知道如果知道只有三个人的话，进点信心。如果只有三个的话，那清风顶我们正面就好了。真的是追上来了，但是当时也他们来的太快了，两辆车信心没捕捉到。43个人才，一样啊，34、34、32、31、32、28，主要是这个分数呢，确实是差距啊。逐渐梯度减小，但是别忘了，妈的，今天打了这么久，靠你们旁边走，已经打了，我他妈再被抓真的是八把了吧？我去干他。这分数，比如说后面的队伍啊，第九把是，第九把了，是可以说是很危险了。是，目前我们是前二十晋级嘛？对，前二十晋级。哪有小孩？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像 LV 啊、VX 啊、RCU 他们目前的状态都是相当不错的，就轮番发力啊。当然，今天也是我们直接顺移出来给我秒了。这样相当总起来才是我们的晋级的分数。
来当然从今天的积分呢也能瞬移吗？一百二呗。是，现在就是看哪个队伍的淘汰更高，那可能是一百二十帧，可能就更大。但是 我们现在第一个小目标前期不减员。如果是这个板上的一个前十队伍来讲。要不我们跳学校吧，小目标怎么样？学校 LV 他们会跳。开赛之前的一个主题的话，固定跳的。他的一个后十。学校和下阵区。结果我听他出来了，我都没打药了。进房了，谁没进房？你们啊？已经有一个断层了，是的，二十五号已经有一个断层。哦，好，来吧，到底是谁能逐鹿中原？我们稍事休息，下把比赛我们再见。完全秒我，就你们喊的。零九开还有十分钟，不是每一次王源战术都能成功的，很精准，一丝丝的小缝直接秒掉了小小库。来，我们先看逍遥啊，不是我找借口，他这边这边上的真的快 ，S 是秒倒了三个人呐，是双排冠军还是双排冠军呐？这不是真的快、啊。知道差不多六个人头排进前三，但这波你至少也过来看看吧。一颗雷直接放倒了 VGF 的两名成员，小张这波立功了，已经是确定了自然灿的位置了。哎呦，这个手雷还好是没有撇进来，但是 AG 人已经压到了呀，就在门口。哎呦，撒野这个手雷是预埋到了，哎呦漂亮。对对是四个，恩威等不及了，他已经等不及了，他知道了小布先行放的续长，能不能把人都补掉？这波如果再能打六将，就有机会。七七零，他做到了，这波扫射摇射秒趴，但是抵不住对面还有一条强线，七七零最终没有拿下这一丝防的生存希望。什么播放器？慢点。你是缩回掩体还没打了吗？是啊，他早就出来了。反正不是他网卡，就我网卡。谢谢行仔，谢行仔的水星马车，谢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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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冰熊熊一个，谢谢行仔，谢行仔的克拉马车。谢谢星仔，真行啊！这时候不是想着甩锅，不是甩锅的问题，谁都没有锅。这种情况不是别人来的太突然了，你要想着是接下来要怎么更好的去处理前面发生过的情况。开了开了，要讲些有没有用的。开了开了，猛干！开了，游戏慢啊，游戏慢。OK。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这个好行，宿舍楼学校试一下吗？
你不是说有人吗？没必要吧。但是这个航线起头的话，他 LV 可能跳下城区。看你们，我是觉得正常稳一点就龙场，龙场大概率不会有人这一块。先锋呢？先锋怎么着？都 OK 啊。我也 OK 啊。去哪？龙场吧，龙场吧，龙场吧，龙场吧。我担心说楼有人那边。稳一点还是农场，这又他妈 BBQ 了。去蓝点 ，OK。这他妈这把总不至于又有人给我抓了吧？基本装备，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然后要的话，111就差不多了，就可以动了。我们已经沉睡很久了，雄狮们，是时候嚎上一嗓子了。玩得尽兴，玩得开心，各位。航线头跳的人还挺少的。我去四合院吧。航线标一下吧。啊，标。咱们就搜标的这一块，有人就抱团抓。有铜像吗？有人锤飞，有人锤飞。这把准备铜像了吗？啊，左边有一个铜像，李明阳最左边。目标跟我们有点像，可能要飞我那儿，两个。锤飞了。我脚底下有人抢四合院。你们要跟我来黄点，还有跟我抢四盒。你们要跟我来黄点，我跟他 solo 了，好兄弟们。他们飞我标点那儿了，好像。他拿车了，我操。他是拿车的，他们拿车。哎，这有个人，听到不？有个人，你们要抓他。我们俩飞这个，飞这边去抓他。海山去了两个，海山去了两个。对，海山去了两个，我们把屁股那个抓了，你们要锁他位置。草莓。他把我车给打走了，锁看，锁不到了。往我们这边靠一下，要打起来了。我们这边 ，OK OK。这落地的运气实在是堪忧啊！红松他还在那儿。你们有车吗？三蹦子。我有吉普，我有吉普。我脸上有吉普路过，我脸上有人有吉普路过，往李明阳那边开了，可能是两个李明阳往我这边靠一下，你别了，你他可能去支援呢。他过来了，接他队友。你接一下清风，你接一下清风，几个李明阳，你那去了是吧？不知道。我这楼里面全是 AK。接队友。我这楼里面全是 AK 哦。也太远了。他们走了还是怎么抓？没走吗？没走是吧？前方有危险。我们可以直接顶吗？不能，不知道几个。那我们先去角色库。去我旁边的海景楼都可以，海景楼可以搜一下，小搜一下。先捡投注。怎么没有车声啊？他们走没走？我也看不到哎。你们开个车照一下，漏了吗？没看着了，应该走了估计。海三也没两个人呢，海三也没了。接人走吧，里面回来吧，走吧。我又没有枪，我也没有枪，回去四房拿 AK。去海六吧。我的上面有762，有激光。往海六去吧。我这里有物资，动起来，抱团动起来，一起搜，一起搜，往海六搜去，一辆车。脚底下 UMP 16，你去吧，带我去拿了一个车去。你们去拿那个吉普，那我先去拿那个 M7。
我的四房起码五六百 AK， 四合院。嗯，没关系，我不贪了，我走回头路了，往前走。哎我，来接一下，往一起往海六提，一起去海六。我往海六。我一级套。嗯，没有扫车的枪。看一下海陆的阳台门开过没有？没看到。哎，有人来，大仓可以抓，可以抓。隔壁抓，隔壁抓，来来来，抓着枪，直接扎过去。下。OK OK。就在这个仓，你们这仓。没动，没动。都停这儿。楼上丢雷了。有雷，别急。等他丢，等他雷丢完。就一个呢、啊、就一个，他队友是不是死了？不是抓了吧，他队友有五六枪吗？116，走吧，这被他搜了，3286了，小心有他队友啊，这周围有就另一个队，这下我队友往甲过去，还有车，还有两辆，就在脸上这块打野，这二级头，我这里有物资，有了22甲队友，就冲锋枪快货，我这里有物资，是农场的这个队，快货，要么这房子一楼有快货。我多一扩容步枪的，我一楼有冲锋枪快扩，装备应该都够了吧，走了吧，没雷，一颗烟，五颗烟，两颗雷，没投资物，零投资物，五六子弹可以丢，我也没投资，那算了去吧，就打慢动吧，往这边动吧，往这边动吧，往农场搜，往中心点，对，慢慢往前点，往农场搜，我这有辆86你们过来开，我这辆86你们过来开，有没有，我拿蹦子，反正你们拿蹦子吧，你们拿蹦子。好，你把车拉在里面啊。下车。86，哪有86？86让他拿。我要不要蹦子？我要双人车。往农场搜，往农场搜，小心点。这里没开门。那这人应该是 M 城跑出来的了。两个农场二搜。看他冲锋枪过人，帮我说一声。我刚才标了呀，冲锋枪快过、啊。没事，我有了。步枪有人要吗？步扩。嗯，不要，我要 56枪，有五六枪给我标一下。没有。我两把神器 ，UMP 加 VSS。嗯。可以走了，可以走了。我这桶油没带上、嗯。没有小药的，我可以。往前面甲库看，去看这个甲库先。我们慢了就不要着急，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行了。我们已经不慢了，我们是一顺位啊。没有人。有空投、啊。再往里看。看马路边的那个甲子库。李妈，你走前面小心点，你这样我一三探就行。快过，谁还要？拖到有车了吗？我没拖到有车。对啊。你看哪个点？标点黄点，没拖到有车。主线台是吗 ？OK 啊。那个防空洞有蹦蹦，小心点。OK。走，一起顶。不要去防空洞，不要去防空洞，从左边拉一点。一起顶。停哪儿啊？看到有人了。哎，左边三楼有仓，左第一次你们要烂掉那个位置，懂我意思吗？
懂，看到了、嗯、知道。这里被别人收过了啊，有车主、啊、前方有危险，有小药吗？小药不多，可以分一瓶饮料，好一瓶一次小水，到时候再扫过点。哎，有人在扫他们，有一队在那个石头那，看着点，不要都看同一边。把周围看，我看周围收集一些信息。感觉打起来了。没有五五六的枪啊！我 VSS 兄弟。别有人。要动，要动，要动，要动！别动，别让一个圈卡着，右边房区有人。不动吗？走，急速，急速去踩那个位置，跟我走。啥？跟我走，打靶房有人，头上有人，走反坡，不用管，走反坡，头上停车了啊，小心。跟我走，走我这个反坡，不会被扫。来过来，我这个坑也有啊，注意啊，过来。我这儿没人，要去你那儿吗？不，踩我这，先踩我这。那个坑封烟，那个坑可以抽。封烟的点可以抽一抽。你们抽一下，我再往里面拉信息。一个人给我架一下钉子楼。他们要动，他们要动。标记了一处地点。别抽了，走。过来钉子楼。我来架。走吧，我那个车不要了，废废的。加油。右手边，警察局。警察局有人。不用管。睡好车。我这一楼有个雷。我这里有物资。别搜装备先，先去架，先踩楼顶，踩架枪位。我一楼有六子弹啊。哎，可能要转点来人的。全是小弹。我们来路房就进人了。嗯，左右嘛。来路房就是吉普，不是咱们的吧？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哎，我操，这个98K，能救没事，能救。没事，我来救，你们别动，来楼顶，给我起个烟，我不动，我这爬了被，我不能爬。你直接走啊，走上楼顶来，起个烟。这他妈有98K呀！走上来，别待那。我知道。那就行。从我左边这个窗口翻下去，他们下不了过点。没事，我把门一关，他就打不到了。哦，啊，有二级头吗？不知道，你自己找。应该有二级头。你们布一下房。有，我这儿有。我拿到了。我这里有物资。这边房子还有一个人，他们。就二级头。我这里有物资。卡个二级甲。操，这个八倍大学是不是没有五五六的枪啊？我有，我捡到了。你们看着外面应该没有。我VSS 看着麦田，你们看着麦田，你们把麦田看住。我 VSS 500发子弹可以当 MC 吗？他你别搞，他加强了呀。我近点 UMAP 被激光，远点 VSS 绝对可以的呀。但是你现在要去搞把五六的枪也搞不到。有啊，那种哪有 SCAR 来着兄弟。我捡了。随风捡了，没事，所谓你们小药多吗？多啊，九瓶。那你怎么不分一点？我操，我一直在叫你分一点。找底下我。投资物呢？没有，一颗没有，四个烟。好，我们这个药不白药。
我们刚才那房区进人了。好，一辆棒棒要上房顶。是的，是的。哎呦我操，这地方能被修到，很烦。赶紧救，赶紧救，这个圈我们可能要动。好，往车靠一下。我给我进了，加个油。走去五房，房顶。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我在加油。来了吗？跟我走啊，跟我走，跟我走。马上，马上，马上，不催。跟我这个路线走。怎么走？车停着，山上有在转，山上有人转啊！踩着五房就行了，这个圈不用着急往里走，里面没什么位置。山上有人在转啊！开麦前把四周的点位都看好，把四周的点位都看好，方便前方有危险，把四周点位都看好。这六倍，我这里有物资。别搜装备，别搜装备，别搜装备，别搜装备！现在转点时间，别搜装备。我就标一下在一楼，这个人还能抽吧，抽下来一个血赚。城里留一个人注意着，前方有危险。我在看西侧，就标一下。我不敢标枪，我操，标枪又好受，我做装备的。操，我们卖点。我这里有物资。没事没事，只是说一下。那你们小心点，我怕我们这位置被顶了。我们这位置有点大，保守。别倒就行。我他妈从一楼跑进来的是我搜装备，我也看不到啊！一个人在这个点干嘛？只是说一声，不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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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要急躁，不要急躁，不要急躁，这种坏的很，我操！我说你西门峰不要急躁，这种细节点不用讲了，这心里有数。前方有危险。房里，我们城里能看到有人吗？城里有人吗？没。城里没人的话，我们这位置就很舒服。我这里有物资。380。标记了一处地点。没别的东西装呢。还有烟没有？你们现在全刷到一半的时候，你们要搜的可以小搜一下，然后全刷之前注意一下周围。这边可能会有人，房顶注意一下。全是子弹，我操！M4要吗？我这里有物资。有。先刷了，看一下警察局，警察局那个队好像走了，但是我们这位其实如果开，但警察局比我们这好。确定？警察局一直没动过。警察局走了吗？对，你从我这边。前方有危险。我去给你支架。去。确定。去看一下。九成确定。OK。我一直盯着他们，没漏过。从我这边。前方有危险。我能给你支架。我先上。其他人小心一下圈边，我帮大家就行。其他人小心一下圈边。走过，过，过过过。车在我这边，过过过，我进信封里面，看自己跑车。有车下来了，有车在转。瞧不起我小。瞧，转到这个平房的。前方有危险，
嗯，不让他们进那个B矿，把车挪一下，把车保住，把车保住。楼上还把 M4，小心屁股。瞧不起我小，别被人秒撞。小车看起来比你们快多了。我一个人踩这个房子就行了，啊，他对面可能要防撞。你们屁股后面房子踩两个二，这个房子可以二。我感觉城里应该还有一些毒狼，小心城里，小心黄标这边绕过来。对，山上这边前方有危险，山上的车可以挡。我这个房区再来一个，我这个房区再来一个，等一下可能有点底，我们要提前接住，不能让别人撞了我们，撞了我们。你们压，你们压，我下去，我还下去。我回去了，你们去吧。我去吧，我去吧，打把交给你们吧。OK， 在这儿打架。前方有危险，有人要空降我们，小心空降。我这房子房区来人了吗？没有，闪击。应该要空降我们吧？我觉得空降也没有别的好点、啊。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趴下了，楼顶那个趴着了。楼下倒俩，楼下倒俩，楼下倒俩。死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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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完。牛的，把那车全给他爆了。打好，打好，打，盯住啊，盯住啊！我们现在天命圈。搞我，放大。小心防撞，防撞，黄点方向，防撞，黄点，黄点方向，防撞。城里和黄点方向，你们三个盯住那一块，土地那块。OK OK， 你们分一个人看四周到处看，分一个人四周到处看，另外两个人主力那个方向。我这个方向不用担心，拦人的几率很低。黄点，把山上那个独栋的车给他打烂掉。前方有危险，城里有人，城里有人，前方有危险，给他赶走。城区有人，城区有人，把城区盯着点，小心啊，小心我们家的基地。打起来了，那边平房那边，能抽人头。城区有人，城区有人，盯住城区啊，小心城区，别被城区偷了你们。我知道，我在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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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全都盯我这儿，城区还是小心。可以，你看，你们可以再加一个人盯我这儿。城区是哪？五房吗？外城，脸上。前方有危险。你们盯着城区，把城区打死，我们也有。很近吗？很很近很近。你把那房子脸，你们给我一个，帮我一个。他现在只有一个二楼人在。这个点，这个点。前方有危险。OK。78米，79米。这个钱要进，我先去把前面那个点踩了。是是是。死了吗？哎、死了。扩位，扩位置，扩位置，房区踩一个人就行了。我踩吧。你们看那个走吧。房区踩一个人，其他人动一下，给他留一个跑车。你们把左边这个独栋这个，不，我先别着急，我不着急，我下下我高点，先帮你看视野。OK， 我高点给你看视野。那我要吃的，那我怎么走？那我我觉得我们现在直接把独栋满了，蓝点人不多的，懂我意思吗？行，可以，架一个直接满、哎。有两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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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三个小平房，两三个，不不不，真的一队全架了去了。那你把我们脸上房区吃了，要把我们脸上黄点吃了。信号值越低，徒手攻击会加重。架着我们，可用能量饮料、止痛药等恢复信号值。电站还有在缺的吗？上面平方应该是两三个。把黄点平方吃了，黄点平方有人。OK， 我来，我下来，我下来，我车里面全部拿走了。没多少人了呀。西风留你了。比黄点车底，我们这边背面。这个房子有人吧？对，可能有人。
小心独栋平房在烧我们。哎，我被独栋平房打了。没事没事没事，近点倒近点倒近点倒，先起两个烟，不着急。什么鬼啊兄弟啊，不在圈都不在圈都不在圈，你自己下封烟，自己捡药自己捡药，别救了自己捡药，别救了 okay, okay. 自己捡药，要给他要给他要给他，自己捡药。被左手边的打了还是打药打药打药，自己捡药。他们全压了、不用管不用管，他们不会过来吃、不是加不上了，你们怎么都没了？我是被外围的扫来的，我被山上这个打了，没封烟，没封视野烟。妈的，这个圈杀给他们了，我们这一点。我下车帮你打架。状态漂亮，今天猛男枪立功，有没有六秒钟的时间赶紧把血包扎起来？浩哥哥应该是知道的，一个火没有扔得进去，听到声音还好，75%的血量还能再打一波。对，这波其实还有火，但是你想跟队友打配合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直接拿下。你们脸上是不是只有一个人？黑柱呢是180度架脚枪线，当时一个不显得拿下小黄区。对呀、啊，那我们停，你们停车位置应该是房子左边山上的，停到右手边。对呀、啊，左边石头拉了一个，哎，我被那个给了，也想来到一号。我躲着他停的。这波，但是那个拿了个大 G 三埋伏了我一手。对，我帮你补枪把他打了，但是吹油条，只有我是紧急停车帮你补了。因为只有大魔王才是四人编制的队伍。左边吹油条在身上趴着打我。再一个，他体能压力还比较大，他附近呢也是低点。主要是他过来的时候肯定会受到这波、屋顶的这几个，这一波他们进这个防区，我们没给他抽掉人很伤，知道吧？抽掉人就好了，没给他抽掉人。那把明特也受不了，敌冲高来了，看一下一路莽最后的选择。你看 A 阳这个屋顶他打的是舒服的，除非啊这个 K 度这边帮忙架枪，但是 K 度这边没有架枪，他选的是星火力。一路莽这边选择来到了 DM 的这个防区，我一直在看防区，先打再说。但是这波是倒下三人的代价，那也就是说你就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满编队的进圈的呀，甚至连 EDD 都很难自己能够跑进去，一步跨过河自身难保啊。完了，这波一路莽的话打 DM 是打一个非常惨痛的代价，三个人倒在了那个圈外。再看百斯达呢，位置也被完全锁住啊，幸好接触区是带走了 DMW 大魔王的所有成员，那没办法，最后的打击大礼和平是给到了一路莽，是给到了咱们的一路莽。因为一路莽刚刚很聪明啊，在二三圈的时候就快速的来到了旁边的谷仓位置，而且头号玩家呢也给他们带去了大量的物资。他们在往下推进的时候呢，是第一波很关键是和头号玩家那波，第二波很关键是和 WTB 那波，是 WTB 没有形成有效的防御，结果都导致快速的被一路莽给团灭歼灭啊，也是两波的物资让一路莽的很舒服。你看他们后面的物资，我的天哪，三级都三级甲，药量手雷都扔不完的。宣行又给到北部，我们都说了北部是一个高点嘛，高点站上去俯视众生。对，主要是我觉得一路莽拿下这个防区之后呢，不管后面这个其他队伍过来啊，他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防守的。就像最后我说的，大魔王哪怕说是这个四个人冲过来，但是未必真的能推得掉一路莽这个防区，因为他一个是比较高，一个是他圈里面，你大魔王过来的时候你是只能完全吃枪子啊，而且他过来的时候呢也会被，谢谢行仔，谢谢行仔的心意相通，谢谢因为歹徒我当时记得是一串三，反正我知道 DM 大行，谢谢谢谢行仔的心意相通，三个人在这个位置，甚至说可以说是四个人都在，他一个人伪刺杀，
对他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我你知道吗？我当时下楼是直接帮一路忙是准备出点解决掉了，拖住了。我听到闪击之后，我又从一楼他妈走回三楼楼顶了。先清背后的炸脸上了，把毒狼清掉之后呢，再能踩把。载具呢横过来当做掩体跟一路打一波，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独狼会这么强啊，找到一个战神了，没办法，这把我们看一下赛事回放。你那个独洞的时候距离太远了，300米的吧，很难找到人。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车神妹的比赛现场啊！刚才那把也是恭喜路莽呢，不仅是先行优势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两波无伤的清掉的对手，也是给他们的吃鸡呢打开一个大的突破口。哎，是，确实最后也是守住了这个平突楼啊，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楼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高，有优势，对吧？对，像其他像 K2 最后其实想进来的时候，也是根本就靠近不了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平层房。这也是他们的选择优势吧，因为第三圈第四圈的时候一个极限的北切导致所有的选手呢都很难受，而且这样的航线呢从本来上说第一圈山顶废墟附近就没人，第四我们是很少看见光明顶附近没有人的，导致圈行北切之后呢一路往很快的就来到了双谷仓。之前我记得有个战队其实是可以快速来到双谷仓附近， WTB 是一支队伍，然后旁边的打野的队伍也能快速的，但是他们的选择呢可能稍微慢了一步，导致一不错不不错。来看一下我们的积分情况如何，来看一下截止到目前的一个今日积分， LV 这边是76分啊， Vex 这边是59分， RC 的话这边是58分，一路莽的话这边是58分啊， K2 的话这边是45分， BBQ 的话这边是45分， VK 的话是44分， BAT 的话是36分，A86 的话是33分， GC 这边是32分，这是前十的分数啊，后面的分数呢也是差不多，在一个梯度之上，但是呢总归来说一个差两个一个差三个，这个分数就逐渐拉开了，特别是第一名的 LV 啊，其实分数是一度来到76，不管他前几天打得怎么样吧，目前的分数我们今天还有几把，还有三把， LV 的分数为什么这么高啊，还有两把，就是他的淘汰数大家就不用去想了，基本上还有两把吧，看到他的一个刷屏，是的，更可观的其实是他的排名分也是目前最高，对，我记得今天首先他是在第二把就已经吃鸡了，而且在刚刚这把的话也是有走到我们的一个决赛圈，只不过最后是被黑度好像给灭掉了啊，在咱们的一个围墙房附近，你看最后经常出现在决赛圈的队伍，这个 LV RC 一路莽然后 K2啊，这样的选手啊，其实 DMW 也是经常出现，但是在前期呢，他们的击杀分感觉稍微少了一点点。是，其实可以考虑在下吧，他的地图呢稍微调整一下战术，在前两个圈多去劝架。我会发现目前啊，这个打架或者分数高的队伍，一是他们本来的落地就会有队伍，再一个他们又喜欢去劝架，像是一路莽直接前期杀疯了。是一路莽的话 ，BQ 也是一路莽的话，我记得就是在刚刚中期的时候，山顶废墟的时候嘛，就打了一个头号玩家，当时是全部人都端掉了，而且在往下进圈的时候，又是端了一波 WTB，WTB 好像那波其实端的还是比较快的，很快速，瞬间感觉应该是炸车就炸掉了人，甚至播报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对，有可能是 WTB 当时的分心打，我刚才看了你们半个岛的录像，所以说导致说他可能我在很专心抽人，也瞬间就然后一回头，一路马什么鬼掉了，当然还有啥，对吧？机会还有，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得他妈傻逼。能傻了吧？这把又几分啊？我一回头，我操，三个人倒到面前，什么鬼，兄弟？对对对，王媛媛来到近点，不谈闲。
协同，旁边的队友能跟上枪线。西南方是车停到左侧，被山上人打了。也倒了。对，清风是在右侧，你那边防住，你应该是跟着清风打同一侧。你们两个应该是速战速决，能把一个人清掉。我第三个人到了就直接封烟，然后我们就要考虑拼烟的问题了。不是，我们这一个人直接就卡死了。我过去也是顶着清风的位置，我还在半路直接就跳车下来帮他补了枪，我看他打不过了。我发现一个东西，给你们看一下。啥？你们看最后啊，微信群里面。我操！我看了这一下，一下给我吓到了，兄弟。这个医疗箱打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久，是的，啊，不过还好啊。是等到了野猫赶紧把医疗箱给打起来，特别是星九这一波啊，没有等到自己的队友快速汇合，反观是一v一v一，漂亮，野猫后面拿一个人头，还剩下一个小土鸡，小土鸡这波再跑上来，很有可能会出事，三连爆，看到了吗？野猫直接拿下，一下给我吓到了，兄弟。对对，其实这个 bug 吗？是 bug 吗？这几个手雷，我不知道，是 bug 吗？是 bug 吗？兄弟们应该不信谣，不传谣。不是，我知道，我只是在看回放的时候，我看回放的时候只是瞅到了而已。bug 啥也别说。队友啊，对呀，我也很好奇啊。我也不敢。他应该是飘了一下。镜头挂了，飘屏了。什么飘？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我感觉有点吓人。有的时候会飘一下屏。我还慢放了一下，我操，贼鸡巴吓人，兄弟，就是全部在他队友身上。他这个确实有点，看到了吗？他怎么可能锁队友呢？但确实是啊，就是，但是你发现，从脸上过了，他队友从他脸上过了以后，立马就自己就过去了，你懂吗？你懂吗？你自己慢放看，你用苹果原相机慢放看，他队友从他旁边过去以后，他立马枪就跟过去了。但是那个人穿烟确实好像也倒了，倒了吗？看一下 ，bug 了。希望是 bug 吗？肯定是 bug 呀，这什么玩意儿也没有锁队友的呀。谢晶晶送上的水晶马车，谢谢晶晶，晶晶大气。嗯，晶晶，水晶马车，谢谢大家支持。好久没见决赛了，嗨，我才26，还长着呢，日子，这次不进下次进，这日子还长着呢。我26，就以运动员的年龄，现在詹姆斯多少岁？哎，那个 NBA 那个詹姆斯多少岁？不是30几了？他都能打，我怎么不能打？对，37，那詹姆斯37，他还在那打，那我怎么不能打？37还要上啊？啊？牛啊！这十几年还拿不了个冠军，他不是人，他那他是啥？是黑猩猩。我也不是人，我是舔狗。今天打完是不是2天的总成绩就出来了？对，今天打完2天的总成绩出来了。压力来到了最后2把的身上。开了啊，没什么压力，猛猛看，我现在手感贼好，可以吧？我手感也贼好。你别吓我！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虎牙直播主办的2022虎牙和 PG 超声杯 S4 的比赛。我是解说新。大家好，我是解说楚浩。哎，那刚刚的话，这一局打的也是。詹姆斯一只手能给我扔到光明顶，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能用一只手任务。旁边的这样一个决赛。啊，是的，啊，这也是我们很少看见的在海岛的地图。妈的，不去地震了，防点了，好，发下一个。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没有，今天状态不好，今天我们六四三和手感不是手什么玩的不舒服呢，哦，就玩着不得劲儿，但是淘汰分低啊。嗯，没办法呀，这么运营的话淘汰分只能拿后期的，拿不到前期的装备本。上把有一个，是我们是不是上把有一个双倍分？有一个，前期我们抓了一个独狼。你想拿双倍分，就是我们昨天的代价，前天的代价。这个伞包不好跳，伞包，你看刚才那队人，他都没跳到房顶了。刚才那队送人头的，十多个人，很香，我操！我操，贼香，纯纯送人头。注意有没有同向啊，帮队友互看。大西你那儿有一个跟你的，我又好像去劈城了，他去劈城了，劈城方向找车的。 OK， 看一下这把他们机阵跳人了没。机阵没人，我这没车，干！我这有辆多的吉普。嗯，大西有车。兄弟，我旁边又有人，他盯住我了，操！要不要抓他几个？我有枪有车。两个。有人走吗？算了，我搜完走吧，我搜快一点。大西准备往我这靠，准备来接我。你直接把他接了呗。你直接把他接了，你直接给他接了。Okay， 直接给他接了，断了他，断了他死的后路，断了他死的后路，不给你死的机会了。你们都落地了，我在天上挂了个十多秒，我才看到这个人他在看我，你们懂吗？嗯，上车上车，别搜了，别搜了，不搜了，不搜了。不是，我感觉到了，我回来了。说好的不搜了呢，你上来就舔我一个房子。我在你车点整理啊，这不搜一搜，我车开进去也麻烦。我感觉自己找回了自我。走，可以。我操，这种被人盯上的感觉太吓人了。我这把要是不小心点，我这把又要被人盯上。干！我这个房区没搜完。平房搜了吗？平房好像搜了吧，看一眼吧。这一个雷呢？我这边马路上三辆车，可以拿。OK。三倍镜给你们带了两个。楼上有个二级枪。还没打架。楼上有个二级枪。走了，兄弟们，北部的圈我们要提速。走了，直接走了。我这多 M 四，拿清风那边车。这里有 UMP。借我去吧，拿我 M 四，我得拿我 M 四，快快快。还有一个清新。谢我大西，我去拿我 M 四。没有标了吗？没有急救包。走走走，这把要过桥。没有腰包。过死亡桥。腰包我可以分你。过死亡桥。我们要是过死亡桥的时候没人，我们堵这个死亡桥都可以。OK， 走。M4 你标了吗？
桌子上没必要，中间桌子上，桌子上就是插个背劲儿，来来地上，地上来 OK。 车在哪，车在哪，我带你去拿。马路上，马路上，马路上，左边马路吗？后面，后面，后面马路，前方有危险。走了走了，一起往四方向，动了动了，你们往前去，前面双方等你们。你先去看，你先去观察一下四方桥。没找着。这步子你拿走吧，我开这个木子。你看，我开这个木子，我开这个木子。你磨到时候人被死。走走走走走走走。希望机港这把又在打架了。有动静吗，大仙？没动静。架着过一个，凑一下车，我们这边可以凑车。我看不到，什么都没看到。四方，我们要单一手吗？单一手。走，过啊过啊过啊！大清风，清风。我拿车，我看车，我看车。你们守住啊，你们守住，我去往里面再拉拉个点位。七个包给我，我给你两个，等一下。我看一下这防区没有头。来来来，来我这儿，来我这儿，你们是要想堵桥还是要踩点？踩点的话就来我这儿，堵桥就去你们那堵着吧，孙文头啊，孙文头，孙文头，这个才第一个圈，能堵这个桥一般没人过呀、啊。没人过来走吧，不堵就走。不如直接踩点，他们可能去看点的多一点。没过来。坡上踩俩，防区踩俩。有一个轿车可以拿。标记了一处地点。对，路上有个轿车可以拿。我拿，我拿。背镜还在你那儿吗？鱼。还丢了。全丢了，刚才。丢在那边了是吧？哦，那不要了，我封点就行。你们踩一下，我装备很差，我要搜一下。山上踩两个，你们后来两个踩山上。车也可以停山上，车可以停山上。嗯，车上可以吧？嗯、十个。八倍要吗？防区还有背景跟我说一下，五六子弹我。有二头跟我说一下。二头，假设过二楼阳台。来染个车皮吧。来，我来染车皮。哎，你别全下来了呀！你下来要补位的。我来捡二头。哎，短点时间。我去跟了，留两个蹦子给你们，开八里开走了。咱一人开个面，踩这个方向，踩这个方向，不是踩那面，踩这个方向。赶人，赶人啊！我以为抽人头呢。我有个快扩和一个补偿，丢在海底方块了啊，还68五六子弹。那我回去拿一下吧。我还挺缺的。二十六倍你要吗？说一下。六倍。六，我要我要，我没背镜。我想换一个的。找小飞机注意。手里手里小小神机。闪机闪机。应该不会给我们这吧？我们这连车都没有。山中区没车呀，他现在就孤注一掷堵我们这嘛。盯着吧。飞的话应该不会是四个吧？没飞。这个点飞的我感觉是独狼。隔壁双方你们看着有没有人？这个坡上有没有人？看一下黄点。清风小药多吗？黄点看一下有没有人？黄点四瓶。分我一瓶。我去拉信息了。你们俩守这儿。嗯。
你幺八还有多的吗？有人你赶不走就走就行了。你们看一下房里有没有人，帮我看一下，帮我看一下，帮我看一下人房里有没有人。费劲。OK。黄点看不到。他俩可以看。没人，我刚看了一眼了。来我这儿，过来四房。来个金马，有金马吗？到了再换，到了再换，到了再换。这 S 一很重要啊。就二吧，一千二，一千二。防撞，防撞二，防撞，把车藏着。高坡有车，高坡有车，高坡有车来了。厕所，厕所高坡有车。看好周围防撞。西半坡有人的，小心点。我在车在藏啊。我这里有物资，烟雾弹五个，我捡点子弹吧。我盯加油站，你们把防空洞盯着点，防空洞那边会打你们的话，我们盯防空洞那边会留着。再给车加油，马上。给我说一声，绿仓去人了。OK， 能不能修到我的车？修不到。我把他后车砸了。漂亮。这手车胎打的可以说是 very 的 good 的，嗯，直接打的前方有危险，伏笔刺激，好吧，我看谁从我脸上过，前方有危险，我直接一手扫车交左人，请问等一下我要走，你就上我这个房顶啊 ，OK， 这边再转，前方有危险。要下来，我是我。还看点儿呢，没看着。前方有危险，冒烟了，他不愿意扫了。看完 S 层那个方向，他要路过，他应该要回去。S 层的队友，前方有危险，我们车被卸了。他停那个斜坡呢。那个泵可以换。你车轮子被卸了，挪一下。还好没卸泵。那个泵子可以换啊。挪到我马路上。挪到我这边。你要去换泵子，你可以换那个泵子。换了一台再去换泵子吧。过来，我给你贴膜。那泵子可以换的。速度，速度，速度！我要出去拉信息了。你那泵泵油多吗？你的泵泵直接给我。
你上房顶啊，守着这边自己。我去拉信息了。你慢点啊，不要拉太远了。准备弄上了，车靠。